速度与激情是完全可以融合的。我的心里就只有方向盘和油门。Are you OK?赛车真的是千变万化了，开车不单只是体能，它还有斗智斗勇。今天赛道非常难，然后岔路口比较多。所以你这次跑不好女线，你要跳进黄浦江。中国的四大问题，中国的厂商为什么非要以外国人的车来征服呢？我们国产的车完全有这个能力。路线在哪？路线这边。